广东省纪委近日对前东莞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梁国英涉严重违纪问题立案检查。梁国英在东莞市任职期间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，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贿赂，数额特别巨大，多次收受他人礼金，隐瞒裸官身份，违反社会主义道德，与多名女性通奸。经广东省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广东省委批准，决定给予梁国英开除党籍，由省监察厅报省人民政府批准，给予其行政开除处分。